好，是两只可爱的小猫。大家好，我是咪咪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闭上眼睛。噔噔，张开眼睛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猫咪的玩具。对，这个是有一个猫舍六的叔叔，他送给黑妞的。我很期待。那个是要送给他的，我们就交由乳来组装吧。这个是八岁的小二女生，对啊，简单到不需要说明书。黑妞超期待的哎，明天晚上直播大家要来看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这样子。不是不是，你看哦，他那边反的，因为他这边有指滑的，指滑的应该在下面，又要旋转什么的，旋转跳跃。加油。这一层是在下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把这边放在下面，然后再来装啊！等一下，应该要先放球。转对，它是应该是有点需要旋转的，而不是硬压。不错不错，有感觉，有感觉了。对，不错哦。好厉害哦，亲手完成了妹妹的玩具。很不错呢，要不然他们明天先来试玩一下。飞出去！有人说这个会不会玩一玩就球飞出来？小笼子旋转，哇！马戏团，马戏团，快！我要跟别人杂技，上去！可以当小丑了，要不要再上去滚呢？对，我再上去滚了，好啊。不要不要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别当真。妹妹来了，请你帮妹妹见证一下她的玩具有多好玩。先让她观察一下。你看哥哥，你看这个。走过路过不能错过。你看这个，把球弄过来。哎，你看这个。加油，加油。耶！揍他，揍他，揍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妹妹讲，你要有那个保有童心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刚刚可以，来哥哥。他喜欢那个。好吧，就让我那个吧。刚刚，你要保有赤子之心，跟爸爸一样，好不好？上来吧，上来。你以前很喜欢玩这种小玩具的，你忘记了？来，上来。加油！告诉你自己是一只猫。他说我其实是个哥哥。不过这要怎么玩呢？你要给他做一下，然后把它吃掉，接他口。喵喵。好吧。他过去都会抓你，那么好在外面都不玩，我想玩都没得玩。妈妈一定要逼着你。妞妞，这是他的心声，这是你的玩具哦，妞妞。这玩具好玩吗？好玩。谁知道我们？留言。